第32题到34题是题主，高炉中炼铁需要加入铁矿砂、煤焦、灰石与通入热空气帮助燃烧。关于工业上的高炉炼铁，是回答下列问题。第32题是问，请问原料中何者可以作为还原剂？我们已经提过了，我们的炼铁就是利用煤焦去还原铁矿中的铁，得到我们炼铁的结果，所以我们的煤焦就是还原剂。那么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，煤焦燃烧呢会产生一氧化碳，一氧化碳也可以作为还原剂。所以第32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原料中何者可以作为还原剂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煤焦。